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It's Jessica here. 今天是12月1号，2021年的12月1号。然后我今年的十二月想要来做一个 Vlogmas 系列，就是记录我这个十二月发生的一些比较特别，然后比较新鲜的一些事情。然后剪辑上面的话，应该就是会走一个比较随性的风格，因为我希望可以录完。然后赶快剪辑完，然后赶快上，希望大家可以 enjoy，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吧。Go！我现在要填就是一些资料，因为我明年的上半年度啊，去学校当工读生，然后我填完就要准备出门了，因为我今天是9点半的课。完了，我不会，我不知道怎么填，怎么办？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填。Oh my god！Oh my god！我是乙方嘛？尬的，他有法定代理人签章，但我爸妈现在不在家哎。GG。因为本姑娘未满20岁，所以要有法定代理人签章。电话。啊，签章是不是也可以盖印章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吧。好。到学校了，然后我们要去8楼送资料，我们去上课。找老师签大专报名表，耶、yeah!！全台唯一一家。
那我们简单来看一下是什么。B. Bring your own bags. The correct answer is C. 你的唱，他会讲完之后就是现场问题。但是我刚才看到那一段才是刚好想到，他们交换的是为什么变成直接告诉他，然后也让你思考用一种不同方式的话。Mightier than the soul, stick it in a blot of ink, thinking all the words I think to write to you out of nowhere. Damn, baby, you look good to me. That's the thread. Follow it down. Damn, baby, you look good. Okay, okay, yes, okay, okay.Look at her face, it's covered in mace. Virtual